什么要抛弃我？明明是你抛弃的我，好不好？你都丢下我一个人往前走，为什么不要？他哪点比我好？他哪点比我好？我哪点不如他了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你居然放弃？你说，告诉我，哪点比我好？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我长得比他美，我比他好，身材比他好，你居然为了他放弃我？他哪点比我好？你说呀！他没你好。小银子，你失血过多，如果还不上药，你要再敢碰我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！伤好了，我就要杀了你。你们云岚宗的人都这么不是东西吗？你敢侮辱我宗门，我……不要乱动了，这些丹药我没有带动手，你再乱动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死就死，我才不要你管呢。要让人知道你撕扯我衣服，我
我也活不了了。行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云岚宗天下第一，行了吧？云岚宗本来就是天下第一。老宗主从小把我养大，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许任何人说云岚宗半句不好。这么听来，云山那个老家伙还是做了一点好事的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别多想啊，谁知道这个山洞接下来还有什么凶险？我一个人还真不一定走得过去。你那个妹妹不是你亲妹妹吧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都要死了，你就当陪我聊聊天。不是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哦，青梅竹马，那你们定过亲了吗？没有。傻小子，你那个妹妹一定是喜欢你，她看你的眼神都放着光呢。你别废话了，赶紧想想怎么出去吧。我不想死在这儿，救救我！